什么？听说你们家有许多伏案，动手！不许动手！你们给我住手！不能这么干！都给我走，好好走，一分不能留！住手！莫非看不服啊，你娶资本家大小姐住享阳楼这事儿咱就先不说了，怎么还嫌闹得不够大呀？无耻！你骂谁无耻的？骂你！我真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，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还是平时称兄道弟的那个陈子辉吗？你让我看到了人性当中最丑恶的一面。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是你兄弟？你可别造谣污蔑。我许墨非胆破衣裳，只为研究中国画之精髓。十几年了，我只留下了这些东西，他就跟我的命一样，就毁了他是吧？对，我就要毁了他，怎样啊？无耻小人，无耻小人，为了给自己捞几根政治稻草，不惜毁了别人的一世功名，无耻，败类，都给我烧，全部烧光！住手！住手！不能烧！不能烧！不能烧！放开我！许墨非，我要让你这些东西都去见鬼！姐夫，放开我们姐夫！休不休息你不知道啊，连夜那么多场了，阿莫的驴也得歇歇。比喻的好，你就是头驴，比谁都犟。听我家表弟说，他们今天把秋红家给抄了。说什么？抄秋红的家？而且还烧了他们家所有的画。那是冲着姐夫去的，还闹出人命了。表弟，快走。他们干嘛呀？哎，别提了。哎，苏青，正好，我有电报给你，给。陈子辉，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那么干？你为什么要那么干？你疯了吗？你苏凯，你苏凯，你苏凯，我做错了吗？你当然做错了。我们是什么关系？啊，人家都叫我们是三剑客，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。你倒好，运动一来，风头一转，你翻脸就不认人。既然烧了墨菲兄的画，我就问你，我们是不是朋友？不是。你说什么？苏青，你刚告清楚，凭什么错？当然错了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怕了，你害怕我们三个人创作的那幅画就是那幅秋，被人揪出来，你脱不了干系。你为了保全自己，你竟然带着人把墨菲兄所有的画复制一句，你太混蛋了！苏青，你怎么也诬陷我呀？那诗是你写的，
画是许墨飞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你个无赖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无赖。说到底你还是怕了。我问你，那首诗是谁做的？就是谁拿着墨飞兄的这幅画到外面去参展的？还不都是你？你摘得清楚你自己吗？胡说八道！我没胡说，这是事实。到哪儿我都敢这么说。苏青，你别再放肆了！我告诉你，就你这些反动言论，我现在可以把你抓起来。你抓我呀！你抓我呀！对付你这种无赖，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。你抓我呀！你烧了墨飞兄的画，你就是害了他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疯了！你先松开！你抓我呀！我有电报给你，你爸快不行了，松开！你说什么？自己看看。你爸快不行了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回去看看？陈子伟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我没你这个朋友。小姨，我爸他真的走了吗？你爸爸去找你们妈妈。小姨，我要爸爸。秋山乖，爸爸走了，小姨还在呢。叔叔叔呢？你提他干什么？他跟他们都是一伙的，我恨他。秋云，带弟弟上楼去啊。嗯，我们走吧。怎么会出这种事儿？姐夫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，他的画全烧了。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，他气不过他。到底是谁干的？陈子辉带人来的。是美院那个陈子辉吗？太不是东西了。子辉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许墨飞死了。不会，不会是你干的吧？是我。我还是个人吗？不抄家，不烧画，你就得倒霉。画烧了，人死了，你又长吁短叹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现在就像被夹在火上烤一样煎熬啊。子辉，事儿都已经出了，你难受也没用啊，别想了。我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栽了跟头，我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上，我哭都没有眼泪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别再那么难受了，人总得为自己想想吧。他家要是平安了，你就得倒霉，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？算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陈子辉既然造反，就不能儿女情长。我要是不这样，他家照样被抄，他照样得被气死。你这么想就对了。
对不起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身边，在莫非兄身边。但家父病危，不辞而别，实属无奈。姐夫的后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学校到现在都没来人。学校恐怕不会来人了。苏青呢？不知道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怕是不会有人管了。我来管。秋后，咱得把姐夫好好送走。师兄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钱给你。你跟我还提什么钱？太见外了。你现在就看好孩子，其他的交给我来办。师兄，我听说有人自杀，亲属都不让进殡仪馆。我看谁敢拦着。姐夫不是自杀的，他是被人害死的。秋后。咱没完。来，子辉啊，喝一杯，压压惊。哎呀，没事了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。那明天要是阴天呢？你看我儿子多聪明。子辉。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，别再想了，啊！是啊，我现在再也不担心谁背地里给我使绊子了。哎，那个风雷洞的头林卫东，他是没赶上趟，气得都快吐血了。他要是赶上趟，你就惨了。那是我命好，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哎，倒上。少喝点。哎，倒上倒上。这不行，两个才砸了个锅里锅里的，锅里边有吧，有吧？这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啊，我有事儿出去。秋红家的事儿吧？你还真应该帮帮秋红。昨天那事儿我听着都生气，你说这帮人怎么那么狠呢？怎么真把活人往死了逼？行，去吧。树这边来。我要去找陈子辉，姐夫不能就这么死了，他得有个说法。对，这事儿不能不了了之了。秋红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什么？青年人叫我到总部报道。正在兴旺时期。好好好。好像早晨。我把这边工作交代一下，你就过去。我还没到任呢，别叫我副司令。哎，振华，谢了啊，回头我请你喝酒。挂了。陈司令，你要调回总部了？你小子在这儿，我一直都在。哎，振华，让我马上调到总部。恭喜你要高升了。别这么说，都是干革命工作。等我走了之后呢，这边工作就交给你和郑恒宇。记住啊，千万别让风雷洞的人钻了空。放心吧，陈司令，去把郑恒宇叫来。陈子辉，你们这是？我姐夫的事情，我们得说道说道。陈司令，你看，小将们这都忙着呢，要不咱出去说。
好，出去说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姐夫今天下葬了。啊，最近事儿比较多，我给忘了。啥？忘了？年轻轻的那么健忘的，不是得病了该治治。孙兆龙，你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给你唱样板戏呀、啊，你不爱听吗？长长不落的。我看你是来找事儿的吧？谁敢找您的事儿啊？您现在是司令了，大伙儿巴结你都来不及呢，是不是？秋红，怎么，叫人来向我示威啊？我姐夫怎么死的？你得有个说法。你在场啊？他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？他是被你害死的。哎，秋红，讲话要有证据啊！那一大院子人都看到了，怎么是我害死的呢？死了人，这账就得赖在我头上，有这个道理吗？你还在狡辩？你是不是想说我姐夫是自绝于人民啊？难道不是吗？陈子辉，你太卑鄙了！你就是杀害我姐夫的凶手。要不是你抄家烧画，他能死吗？他是被你气死的。我是抄家烧画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告诉你怎么了啊？你说怎么了？来人呐！来人！你还敢喊人？喊试试，再喊，喊呢？你想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他再敢这么欺负人，管你什么司令政委，我一样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信信信！走。秋红，你不用怕啊。有我呢，师兄，我就是怕连累你。你跟我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你太见外了。陈子辉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看陈子辉刚才那个样子，害死了人还装无辜呢，这种无赖就得这么治的。可接下来，他会不会报复我们啊？他呀，就是个怕死鬼，不敢怎么样。要不是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呀。就是看不得你受罪。太扯了！怎么了？这是欺负到我头上来了。说谁呢？秋红，还有那个孙兆龙。孙兆龙，就是唱李玉和的那个。拿我不当回事儿啊！啊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损，当我陈子辉吃干饭的。就把你气成这样，这李玉和就是个二杆子。哎，这你可不能乱说。我是说那个孙兆龙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唱个样板戏不得了了，我还真不尿他。等着瞧。人家是样板团的台柱子，你能把他怎么样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要调到总部了，副司令。真的？那是，我陈子辉就有这个命。你等着。等我调到总部，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俩戏子！我要当丫丫娃，我要当丫丫娃，乖一点，红衣陪你玩好不好？别给小麻烦了，好吗？何山，妈，你是不是惹崇义生气了？没有啊。你可回来了，师兄怎么样了？师兄跟他打起来了，我就知道会这样。没把陈子辉打坏吧？师兄那身功夫，姓陈的可不是个个儿。秋云，秋风呢？哦，他去江边画画了。我得去找他去，快去快去！那你帮我看着秋山，哎，快去吧。秋山，从一陪你玩好不好？来，打我！啪！啊！秋风，小姨，
小姨，以后再也没人教我画画了。不会的，小姨再找人教你。我不要他来。你是说你苏青叔叔吗？他不是我叔叔，我恨他。妈，我要抱。你都多大了，还要抱？羞不羞啊？就抱一下嘛。来，抱抱。赶紧去穿衣服，别着凉了啊！妈，我要撒尿。去吧啊。小姨，早饭好了。你去叫秋风吃饭吧。嗯。小姨。你不会离开我们吧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小姨什么时候说过要离开你们？我爸也这么说过，可他还是走了。小姨哪儿都不去，你快要上初中了，好好上学，什么也别想，知道吗？学校停课了。我说季主任呐，这事儿我可是调查过的。怎么不会呀？就在吴中路那一带，那资本家的女儿秋红还住着小洋楼呢。对呀，这别人都交了，她还住着。对，必须马上给我搬走。挂了。陈副司令，他得负责过去的。陈司令，今天还去卫校吗？不去了。去京剧团。团长，我家里有困难，下乡演出去不了。困难？嗯。那能不能克服一下呢？能克服，我就不找您了。你要是去不了的话，你的角色这谁来顶替呢？秋红啊。秋红？啊，团长，这些年秋红都没怎么好好上过班。你这总不能忙得忙死，闲得闲死吧？可我听说，他家里确实有困难的。什么困难呢？他姐夫都去世了，孩子也长大了，怎么他就不能下乡了？这乔团长在位的时候就这么偏着他，您可要一碗水端平啊！陈永霞，忘了跟你说件事儿，你知道咱们剧团要裁员吗？啊？裁员？对啊，裁员，这可是上面的指示啊。根据内蒙的乌兰木齐，精简人员，方便下乡演出，为贫下中农服务。永霞，你看。哎，团长，我还是下乡去吧，你就当我没说过。那你自己的困难呢？我自己克服。哦，自己克服。关团长。那啥，团长，我走了。去吧。关团长，你好。陈司令，坐。陈永霞，那人真是总部的司令。那还有假？瞧瞧人家那派头。你说他上咱们京剧团干什么来了？还能干啥？肯定有事儿呗。是啊，没准还能揪出个谁呢。会不会是孙兆龙啊？拉倒，孙兆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那可说不准，现在这世道真难说。就是，哎，管他跟谁呢。关团长，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裁员啊？是的，有这么回事。那这名单当中有秋红吗？这名单还没下来呢。你们团可有人反映了，秋红这几年不怎么演戏，这等于团里白白养了好几年。所以我来呢，就想提醒你，像这样的演员，首当其冲就得给裁掉，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啊！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啊？你说的对，我们会考虑的。
看来我要是不提醒你，你们就不会考虑了吧？这听说过去的团长乔德里就一直袒护秋红。没错，她人长得很漂亮，肯定会有人怜香惜玉的。但是我相信你不会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秉公办事。陈司令，那是自然的吧？那就好。啊，还有个事儿，我得跟你说的说。好吧，陈司令，你说。孙兆龙的事儿。孙兆龙？孙兆龙他有什么事儿？他可是咱们团的业务骨干，起初样板戏可都靠他撑着呢。业务骨干就能目中无人吗？就为秋红家那点破事儿跑到美院大吵大闹，我就说了他两句，他还动手打人，你知道吗？有这事儿？咱们团培养的是又红又专的人才，这样才能抢样板戏，不是？像孙兆龙这样的落后分子，我看不够格，应当开除。开除？对，让他走人。陈司令，你觉得这话合适吗？我们团自己的演员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判定。我来的时间是不长，可孙兆龙的品行就在那里放着，谁都能看得见。咱们不能因为一次偶然的事情就把他给开除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陈司令，我们京剧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那看来我来是多余了。开除孙兆龙不是您一句话的事情，恕我不能错。我就不明白啊，这团里没孙兆龙就唱不了样板戏了。没有孙兆龙的话，李玉和郭建光谁来？陈司令，要不你来演？你想欺负我们家兆龙没门儿。谁来演？他来演啊？演个乌龟王八蛋他。这谁呀？这是？哎呦，啊，谁呀？马桂兰，孙兆龙的老婆。怎么着？看什么看？世代贫农，根红苗正。你败坏孙兆龙，你试试？敢骑在贫下中农的头上作威作福，拉屎拉尿，你试当试当？我告诉你，把你打翻在地，你踏上一万只脚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你信不信啊？你？就你？哎呦！哎，团长，团长，哪来的这么一条疯狗，转着圈的咬人啊？哎，你转着圈的害人，你理亏不理亏啊？啊，你不怕你死了阎王不收尸啊？哎，你不怕你儿子走路掉坑里没人管啊？你不怕你老婆吐汉子呀？你啊，真是！撒泼啊！我撒泼怎么了？我还就撒泼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当着我的面，你再败坏孙兆龙，你试试试试，敢不敢？你不让我好过，我让你们全家都不好过。我就蹲在你们家去，我天天吃你们家，喝你们家，我在你们家蹲着不走，我天天骂街。我告诉你，我拿唾沫淹死你！泼妇，泼妇，我还叫泼妇了！哎，别跑啊！哎哎哎！哎呦，快看呀，乌龟王八蛋也能跑那么快哟！哦，姐你真厉害，乌龟王八蛋。熊山。山，你哪来的兔子啊？洋洋借我玩两天，你看兔子多可爱。过两天给洋洋送回去啊。遵命。秋红在吗？哦，我是。你们是？我们是房管局的，我们也刚刚接到通知，说这漏了个院子，得赶紧收回去。我知道是谁了，甭管是谁，你今天就得在这儿签字。我不签。你不签麻烦会更大，签了字拿着这个可以到单位申请住房，你不签这院子照样没收，你看着办吧。不搬，这是咱家，凭什么搬？恐怕不搬是不行了。妈，搬哪儿去啊？妈也不知道。这房子是你们外公留下的，我们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几十年，现在看来是住不成了。小姨一会儿出去一趟，
你们两个看好弟弟。我不要他们看，我要找洋洋玩。整得跟谁爱看你似的。秋风，爸爸刚走，你们都要听话。不管搬到哪儿，这日子还得往下过，明白吗？等我爸的头气过了，我就回去了。行啊，你们爷俩总算见到最后一面了。我爸这病来的也太突然了。他犯过几次病，每次我要告诉你，他都拦着，说你太忙，不让你回来。我忙什么呀？学校都已经停课了。人老了，早晚要走这一步的。你爸临走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他一直想看着你结婚、成家，可你现在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女朋友？妈，我心里怎么想的，你知道。你还想着秋红呢？对，我的心一直就没变过。其实，你爸临终前撂下话了。我爸说什么？你爸说，要是晴儿执意要娶秋红，就随他的愿吧。我们不管了。其实他的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他不想看着你一个人孤零零的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，妈？那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妈同意。妈，谢谢你能理解我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您说。按咱们这儿的规矩，父母亲去世一年之内不能办婚事。我知道，我等。快得了。嗯，姐姐睡了。睡了。怎么着，我听说你把陈子慧给骂了。啊，我骂得可狠了。才不管他什么狗屁司令呢！我马国良是谁啊？怕他那一套！我告诉你，那种人就是要把他的面子撕下来扔到地上，当抹布一样的踩。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。你说他有事儿没事儿啊？他全都是开除你，那我能不跟他急啊？想让我马国良没好日子过，胆儿大了他。谁是他那狗屁司令？我才不尿他那个。行行行行，女人家少说粗话。骂你骂嘴里痛，你不怕他把你开除了？开除开除呗，反正我是个临时工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我怕谁啊？爱谁谁。嗯，行，马国兰同志有觉悟啊。你看，奖励你的。我还听说他还传那儿要把秋红也裁掉，你说这个人狠不狠呢？真是疯狗一个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到刘科家去一趟。哎，你把这个药拿着，尼富达治高血压的。不是说他们家老太太有高血压吗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那是，你不是说我有觉悟了吗？回头自己给他吧。早点回来啊！你今天是没看到那个娘们儿，就跟个母老虎似的。他敢跟你对着干？何止对着干呀，都骂我八辈祖宗了。他说我要是开除他男人，他就让咱们家破人亡。哎呦，这人可惹不起啊！怎么，你怕了？当然怕了。你说遇上这种泼妇，你要是砸了他男人的饭碗，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你就怕我跟小孩有什么好歹啊？行，
那我不去招惹他。孙兆龙的事儿，别再提了。可是我这口气出不顺，我憋得慌啊！你要是把所有的气都出顺了，这地球都得毁了。说什么呢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咱自个儿也捞个清净。我整不了孙兆龙，我还整不了秋红。你又想干什么呀？我都安排好了，我让秋红从他那院子里滚蛋。子焕，这可使不得。怎么了？你这是扒了人家房子砸人家锅啊，太缺德了。你别管啊，吃你的饭。吃饭。你说什么？院子要收走啊？已经下了逐客令了。你看看这个。这王八蛋，真他娘的卑鄙！师兄，你现在骂他也没用，赶紧想个办法呀！不是院子收走了，你跟孩子怎么办？行了行了行了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在团里头给秋红弄套房子。团里现在没有空房子呀。南城还有。啊对，我们院那个李欢刚刚搬走。秋红。明天你打一份报告，再附上这个，明天一早送到关团长那儿去。行，速度得快啊！咱们这可算是打了一个擦边球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们还不知道啊？这团里头要裁员，至少要裁掉一半以上的人。关团长的意思呢，是想让秋红回来登台演阿青嫂。那秋红的姐夫去世了，孩子也大了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可是那个……怎么着？陈子辉又使坏了。陈子辉提出要求来，要把秋红给裁掉。那不，我就弄不明白了，他有那么大权力？他有那么大权力吗？他现在的权力大着呢。大个屁！就是拖时。行了，你声音小点，你想让所有人都听见。我就知道他不会放过我的。这话说回来，你们当时也太冲动了一点。谁冲动啊，刘坤，你当团长脑子当坏了吧？那陈子辉把秋红家人命都逼出来了，声音小，你何时让秋红你忍气吞声啊？再说了，啊，这小子要整你，他什么理由不能整你？姐夫没招着他，没惹着他吧？花儿也烧了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是人，他是背着人皮的狼。你别那么激动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？要在裁员的名单下来之前，把秋红的房子给办了。对呀，秋红要是被分到了新的单位，这房子的事想都别想。是啊，我跟孩子总得有住的地方吧。行了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事儿先解决了啊。我回去马上就打报告，明天一早去找关团长。对。递了申请以后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来办。我明天啊陪你一起去。你陪着去干什么呀？你这不添乱吗？你和秋红是什么关系？你陪她去，啊？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明天秋红一个人去，你不许去。起舞是我情的声音，我相信。
独的时候听见风儿为我吹走，靠近我坚信我会飞出明艳的手心，不断飞进我渺小的生命，想着美好